Hello，大家好啊，又系我哋 Noon Kitchen 啦。今日我为大家介绍咧，就系呢个榴莲芝士蛋糕，系泰国首创嘅急冻芝士蛋糕嚟噶。佢里面有金枕头嘅榴莲，再加埋纽西兰嘅忌廉芝士，系呢个泰国 Ivan Factory 首创整出嚟嘅。咁佢哋呢两个材料完美嘅配合咧，令到个口感非常之诱惑。最紧要系咩啊？低糖、低卡路里。只要吃一啖，喜歡榴蓮的人愛不釋手啊！快啲過嚟買啦！吃落去又香又滑，仲有好香嘅榴蓮味添啊！